三战为咏春白鹤拳入门之第一套路，它朴实无华，简单明了，是最基本的练功套路。它和十三步摇、十三太保合称为咏春白鹤拳的拳母，顾名思义，有了母才能有子，即有了根基的稳固，才能使枝叶繁茂。因此套路乃进退各三步，收势一步，共计七步的实战练习，俗称七步三战。三战又叫中，就是要求以中盘马为主，练得一身子午中正，从子午中线变化，通过对最基本的装马功法、身法、步法、腿法、手法和呼吸调息法的系统性练习，使练习者端正动作规格，理解力与劲的产生和运用，领悟吞吐浮沉、刚柔缓急的意义。拳言为学拳三战起，三战练到死，充分说明了三战的重要性。通过演练体现出咏春白鹤拳的风格特点，为学习咏春白鹤拳奠定坚实基础。两脚并拢，两腿直立，手掌贴于两手的外侧，目视前方，左脚向前跨出一步，脚尖外撇外展30度，随即重心移向左腿，这样，然后随即右脚跟步，以脚尖虚点地面，看左掌立成鹤翅掌，立掌右手抱拳于左臂前，向前沿弧推出，此脚上的动作为白鹤祭脚，手上的动作为将军挂印，这就是白鹤拳的请拳动作。两手成爪，右脚后退成平马，两手成虎爪，向下
李玄，两手李玄向下按压，长半月沉江。左脚尖外展，展30度，然后右脚提起，向前提起上一步，两个虎爪变成鹤翅掌，向前向上推出。使两掌根用力下沉，成为双指朝阳手。步行不变，两掌内旋，使两手呈阴标掌向前表出，目视前方。这个动作叫做双龙探海。长上动不停，两掌外旋里收，长双阳手，然后经过转节，长双指朝阳手。右脚脚尖向外展30度，随即这个脚左脚提起向前，这样上一小步，两掌内旋变成双标手，标出目视前方。两臂内旋，两掌呈掌心向上，内收呈最后转节，呈双指朝阳手。
左脚脚尖外展30度，右脚随即提起，向上向前，弧线绕步，两手内旋，呈阴标掌打出，目视前方。两臂内收，两掌外旋，使掌心向上，经过错节猛力下沉，呈双指朝阳手。右脚擦地而起，由前向后退一步，然后左脚提起，向前落地上一步，两掌内旋，呈双标掌打出，目视前方。这个动作叫做双龙探海，这是退步的动作。两臂内收，两手掌，两掌外旋，使掌心向上，经过错节转节，呈双指朝阳手。左脚擦地而起，提起来向后退一步，然后左脚右脚上提，然后双掌呈双阴标手打出，这叫双龙探海。
两臂内收，两掌外旋，呈扬镳手，然后经过错节，呈双指稍扬。右脚擦地而起，退后一步，左脚上提，向前上一步，然后双掌呈双音镳手打出，呈双龙探海。两臂里收，两掌这样外旋，使掌心向上，经过转节，呈双指朝阳，目视前方。